主料：蒜黄200克，猪肉100克。辅料：甜面酱一勺，油盐、酱油一勺，料酒一勺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肉切细条，放料酒酱油腌制10分钟，蒜黄洗净切断，炒多放适量油，放入肉丝翻炒，炒至肉稍稍变色，加入一勺甜面酱，炒至肉上色，放蒜黄翻炒均匀，加适量盐调味，出锅即可。烹饪技巧要注意，蒜黄炒过了就不好吃了，太深又会有点烂，所以要注意火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